大家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明镜电视明镜火拍啊，收看我们的中国研究院的节目啊。这个节目我们尽可能简短一点，精要一点，那就是来讨论一下啊，这个拜登总统要举行啊全球民主峰会，而中国在六中全会的时候呢，提出了啊更清楚的提出来了全过程民主，好像中美之间的竞争呢已经上了一个档次啊，就是民主之间的竞争。那么请冯胜明先生讲一讲全过程民主在你的理解啊是什么意思。我是觉得这还是中国对民主的一种迷信吧，因为像我现在我基本上是不相信民主，可能我在海外的那些民运人士也是最早一个不相信民主的。我曾经说过呢，中国人有一个所谓的三民主义，对吧，就在暴政下面是顺民，改革宽松的时候刁民，而失控的时候呢动乱的时候是暴民，这就中国亘古不变的三民主义。中国人从来没做过公民，也没有公民社会，但是我也可以理解，就凡是从国内出来的朋友没有不相信民主，就是在搞政治的，因为在国内里他完全是经历的是不民主的那些不满，或者说苦难，或者说是各种感情吧。像我自己，我记得39年以前刚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信，就信民主，然后就开始搞民运，现在就跟现在我看到那些人差不多的程度。所以我每当看到他们的时候呢，我非常理解他们的心情。那么现在习近平也一样，中国共产党也一样，如果说他的初心按照他自己的24个字的价值观，第一个是富强的话，他第二个列的就是民主。他们也从来没有搞过民主，就是西方这个意义上的民主。他们看到了西方的很多好处，就至少这个政府是非常合法的，死了75万人、80万人，没有人去追责。民主政府它有天然的合法性，还有民主的很多其他的好处，再加上这个是一面旗帜，所以他们要抢这个旗帜呢，我一点不奇怪。他不会说因为他这些年他不搞民主，结果他就经济很成功，政治也稳定，他就觉得民主是个坏东西，他心底里面他还是喜欢这个东西。他觉得只是西方可能什么地方没搞好，中国以后搞呢，比如说全方位的，对不对，全过程的，他一定会搞得比你好，他是信这个东西的，所以他才提出来。但这也是一个抢占政治制高点的问题，就尽管民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大家也看得到了，但是我相信呢，所有的民族包括所有的政党都会在那去试一次，他不彻底试出他的中间的问题来，他不会对这个东西死心的，对吧？精英喜欢民主，因为那政治正确，草民喜欢民主，因为他也想当爷，也想自己主持自己命运，政客喜欢民主，那是一面旗帜，是个政治制高点。比如这一次西方开这个民主峰会，肯定不会请中国，对不对？不请的就中国、俄国、伊朗、朝鲜这些。我相信中国会很郁闷啊，这么好个会，怎么我们被排到专制那边去了？他会很不高兴。其实民主这个旗帜呢，最早的时候，我们就说两个世界、两个阵营吧，它还真不是属于西方的，它属于共产党这边的。二战之后，这个世界划分成两个阵营，当时出了苏联以后呢，以外又有了一堆社会主义国家，它名字叫什么呢？就叫做民主阵营。那民主是他们的旗帜，西方还真没有这个旗帜，西方叫自由世界，它怎么不叫民主世界呢？民主永远实际上呢是底层人们的一个诉求，你要搞革命你一定打民主的旗帜，你要搞专制你一定打出就是秩序的旗帜。所以这就是民主现在在中国的一个地位吧，他一定要去试一次。你觉得中国还会试一次民主是吧？他一定要试，他试他自己的民主，就是我相信连习以后他都会把选举要推出来，只不过呢他一定要可控性的，所以全方位的。但如果要选败了的话呢，他会学列宁，也会学毛泽东，也会学孙中山，把列宁一上来就选举，毛泽东56年也想搞民主，对吧？一旦选举选输了马上解散，在他可控的情况下他一定会这样干。
但你要说他不试一次，他不会死心的。好的，请王振涛博士。对，我觉得其实习近平讲那个三民呢，我觉得是个普遍存在的，在也不是说在某一个阶段说什么这个政府严厉的时候是什么市民是臣民，然后政府宽松是刁民，然后呢要一搞民主却就完就是暴民。在中国的历史上任何阶段三民都是存在，就像我刚才跟玉文先生讲说亲华派和反华派一直在西方各国存在。我们其实要解释的，其实习近平这个习近平不过是说呢，在中国专制统治的这个政权强弱的时候，控制力强弱的不同阶段，某一种民好像会占上风。你说在专制强的时候就没有刁民吗？刁民想占便宜，对吧？也一直有，只不过是呢，它的数量小。再一个呢，它难以得逞。暴民也一直有，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也一直有，只不过他们不可能成为一个大规模的农民战争的发展，不到这个规模。那我觉得第一个，第二个呢？西方社会也不是没有刁民，律师也不对吧？就是这个，就是和依照制度中间，所谓刁民就是用你的道理，对吧？依照制度中间好像给你讲理，中间实际上占了一些不合理的便宜，对吧？这个，所以这个他只是在说道理上和程序上我按你的来。那我觉得从这些角度上说，其实你说的各个社会都有。我们要解释的是，一个好的制度会让什么东西，能让哪一种民呢？可能更占上风，更能够最后能比较多的，也是个百分比问题，这也不能全部的消灭这个东西。就像这个张高丽这样的人呢、啊，不在美国也有像克林顿这样，对吧？都是能对应，不过一个好制度和坏制度不是彻底消灭，这就像病毒是不能彻底清零，但是好制度和坏制度说它能控制的怎么样。好，回到过来说呢，我觉得习近平提到的全过程民主呢，其实他想讲叫全过程参与。他把民主和参与搞混了。他说只要给人民一个参与的机会，发表意见的机会等等这些呢，但是还在党的控制下，就是民主集中制，在民主集中的民主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说到底就是什么呢？就是他就是一个还是个专制，不过专制要开明一些，这是。那么对这项来说呢，但是呢所有人都参与了，但是真正按照全过程民主来说，美国也是个全民主的全过程的一个民主。你说美国真的就是一次选举之后这个人就为所欲为，我们先不说内阁制啊，内阁制随时这个首相或者总理是会被这个当得到不信任的时候呢，他要下台或者解散那议会进行大选。我们就说总统制他有任期的话，在这过程中呢，他有这个反对党可以一直批评啊，有党派之间的这个制衡，也有三权之间的制衡，那么也有州权对联邦的制衡，还有公民的这个权利对总统这个。无论这个全过程民主，你从哪个角度讲，按照习近平的东西，如果一旦放到一个制度化的角度来说，美国都比中国现在好。美国在制度设计和他的一些基本的讨论，这个东西合理不合理，都比习近平那个要像样的多。所以我觉得习近平这个呢，是对民主的误解，而且对西方现实和民主国家制度运作的误解。那么至于说呢，我觉得盛平讲到的很多东西呢，我觉得都是就是比如关于这个民主呢，这个是不是这个就是是不是一个好东西呢？那民主呢，其实要产生的决策不一定是最好的决策。民主产生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同意的东西，或者多数人同意的东西，它可能就是个平庸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它比较公平。那你就像说，我们讲说这个世界上干嘛要搞那么多工厂呢？干嘛要搞那么中小企业呢？把这计划经济的一个原理，不就让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对吧，来做计划，然后大家干活不就完了吗？可是问题在这儿，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呢？他说不是的，从认知的角度来说呢，不可能有一个人真的知道整个的世界，必须要保持一个动态的、开放的、竞争的这样一个过程，才能够使得好的东西就是越来越能够战胜坏的东西。你不可能消灭坏的东西，或者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断实现更好。那么另一方面也是更公平。你说这是个国家利益，我的利益就被牺牲了，不是的，应该是各个利益都得到合理表达的基础上能够实现一个平衡。也就是说，我觉得我之所以赞成民主呢，我知道真的民主之后我的想法也得不到实现，因为我喜欢卓越。卓越嘛，就是不凡不俗，不俗不凡意思你拿不到多数票。而那些民主的过程其实就是那些政治领导人在跟老百姓做生意。我这个呢给你接着跟你说，我给你点什么一个项目，对吧？你看拜登要通过那个时候，他争取共和党议员支持，他需要跟那些议员说给你那个州能带来什么好处，直接对这选民喊话。那议员就觉得，哎，我要不投他票的话，那我可能就落选了，下次这个我州没。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交易的过程，就老百姓和政治家之间互相做交易的过程，谁能谈的交易能赢得的
更大，就是所以在某种上这不是不一定是个最好的决策，但是它比较公平。那最好的呢，我们也说没有最好的，保持一个动态的竞争的开放的过程，它可以在这个会越变越好。那么所以我支持民主呢，其实理由就在这儿。我也知道呢，像这种追求卓越的人呢，到了一个民主社会呢，你也没有多大市场。像中国的好多知识分子，政府不让他出书的时候呢，他抱怨政府管制，他好像以为他的如果政府不管制他的书就有市场了。但政府一旦不管制呢，发现老百姓对黄赌毒的东西更感兴趣，他的书还没市场，他就抱怨政府不管呢，对吧？这么放松。所以我觉得主张精英的人一定要明白，精英的人一定要明白，民主是老百姓的权利，民主呢只是给呢更正确呢开一条道路，但是只要你是个不凡的人，你不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OK， 好，谢谢日文。这个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在我看来就是一个笑话。我们讲这个民主两个基本的含义，首先来说，按照这个字面来说，民主就是老百姓做主。那么我们想想，我们想问，全过程民主，老百姓能够做主？谁意见只要知道中国的现实，就都不认为老百姓能够做主的。不管是说这个过程现在就在每一个环节让老百姓参与，就算形式上参与的话，你老百姓的意见可能会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会采纳，但是在一些这个我们讲在关系到黑心利益的问题上，基本上是采纳不了的。第二个来说，中国的全过程民主它是一个没有反对派的民主，这排除了反对意见的这样一个民主的过程。所以我记得君道好的上期节目讲过，谈到这个问题上 有提出一个观点，说是全过程民主其实是排除选举的民主。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其实我是部分就是说是比较赞成的。它其实就是为了稀释选举这个选举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我认为信平可能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有些乐观。他认为就是说信平坚定自己的观点，认为就是说习近平最好搞一次民主来试验一下啊，才最好才会死生。但是我认为我是对这个我就有点不是太乐观。我认为就是说他是不会搞什么选举的啊。谈到这个拜登的这种民主峰会，我也不看好。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刷存在感的一个东西。首先来讲，这个美国无需用这种形式来凸显自己的那种道德高地。他已经我们讲，他已经把就用军刀的话说来说，他已经把世界的这种抗争的情绪已经调动起来了，无需用这种形式来加以确认啊。另外从这个民主峰会的三个主题来看，你看他邀请的什么国家呢？110多个国家。我们讲这个充其量这个世界上这个比较持这个来个算得上民主的这个民主的国家，也就是西方的那40多个国家。那么还把那个另外的60多个国家滥竽充数进来，他怎么什么反威权反什么反腐败，那么邀请的非洲一些国家发展其他一个国家。那么那不就是一个为这所打着民主旗号的威权体制吗？还有这个什么腐败，我们西方这个非洲那个那么腐败。更重要的就是他所说的，如果要说他要建立一个用这个东西民主峰会来建立一个这个反中同盟的话，我们讲这个中国的那些基本上的盟友基本上没有邀请的，东亚的那个东盟十国也就邀请了2-3个国家，连新加坡这样的国家都没有邀请进去。他要把越南省拉进来，他也没有料的。另外他的这个中东的那些盟友啊，也大部分都没有邀请进去。另外他还恰恰邀请了一个中国的铁杆盟友巴基斯坦进去。你说你想想看，巴基斯坦嘛，他民主峰会反中国啊。如果说要以来划界的话，关于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香港、关于新疆的那两次的投票，他每经济上真正跟美国站在一起的也就是40多个国家啊。另外这个邀请美国邀请大部分的另外的60多个国家，在这两个会上都逃不都是跟中国站在一起的。所以从这个效果来看，他也没有这样一个效果。一直来说，我只认为他只是一个这个美国来一个用这个东西来宣存在感，拜登用这个东西来宣存在感，说我美国又来回来了，来个号令天下，我就讲这么多。
这个我从另一个角度来谈那个玉文刚才讲到的关于民主峰会。其实民主峰会我观察美国政治家是这样啊，就是说当他就是从实际上从这个老布什开始，老布什呢要保持给中国最后一国一税签这个留学生法案，就说呢这些人回国都会受迫害。老布什完全明白这些人多数人其实是不会受迫害的，但他要签这个法案，因为他跟他派斯考特罗夫特呀去访问中国呀，秘密访问等等，实际上他想跟中国发生关系，但是他需要平衡反对声音的时候，他需要这样做。克林顿也是这样的，当他需要这个和中国政府要搞作为国的时候呢，他需要，当然他就开始放几个政治犯，然后呢比如像把我给放出来了，把老魏啊，把这个王丹放出来，然后平衡反对。你看我们已经在人权里头这些指标人物都得到释放，你可以看到中国将来会有进步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像就是说我觉得他们就是要每做一个东西，所以我认为啊，就是其实拜登要开民主峰会的很大的一个动机呢，就是刚才这个玉文说要刷存在感，对，我同意，但是我想问他为什么要刷这个存在感呢？他不是一，对吧，他不傻，我觉得也不是，他这一招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呢克里啊还有等等要跟中共啊要开始做一些协议，你知道这些协议会被夸大为他要对中共妥协让步，对，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在华人世界中，就是那个反共世界中这个批评非常强烈，对吧？所以我想他开一个民主峰会呢做一个姿态，你看看我们在意识形态还是高举民主自由的大旗要去围堵，我觉得这个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第二个呢，我觉得民主峰会呢，那个在这个中间我看了一下，就是它那个主题啊，那还是有意义的。就是我们来自中国大陆的人，有时候因为看惯了政治家的胡说八道，因为在中国大陆嘛，看惯了毛泽东，那么又怀疑塔西佗，因为塔西佗也得走另一个极端，所以呢，就对这些理念上的这种阐述不是那么相近。可是呢，你像盛平吧，你说他好像不喜欢民主了，但是他回到中国，他就是肯定是被杀头的，就跟毛泽东谈鲁迅一样，对吧？他比鲁迅这个还要犀利，他肯定要被杀头的。你看他把那个中国的现实描述那样，好像那中共不是这样认的呀。那么关于民主这个呢，我想跟玉文呢，我想再补充一点，就是说，我觉得玉文这个观察也非常对。说到底呢，就是他。就是在他的民主里头没有选择的权利，你全过程你说你不要选举，那你就是你没有选择怎么能是民主呢？那么在这里面我觉得还要说，其实但他还有一个概念，就是他以为呢老百姓只要都参加了那么就是民主了。哎，他你看习近平在哪个报告中间呢，我作为一个统计，他谈到这个人民的时候他用了好多次，他不断讲什么是吧，这次才总结经验，还有什么要紧紧的和人民站在一起，但他谈公民只有一次，要对公民进行教育。那我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公民的选择，你就根本谈不上民主。他不是这样，他认为共产党代表民主，而且我们代表的是共产党，不是我们。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全面利益，而人民常常会迷失在局部利益和眼前利益中，所以需要他来代表。嗯，好的，我再讲一下，就我把民主和就两种不同人吧，比如在政客眼睛里面呢，在于选票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对吧？人民群众。永远是非常伟大，对吧？眼睛雪亮的双眼皮儿没问题。你比如说林肯就讲民有民治民享，毛泽东就讲人民只有人民，对吧？孙中山就讲三民主义，这是在政客眼睛里面的人民。但在学者眼睛里面呢，人民就是另外一个形象。比如李雨堂就说中国人就朝三暮四，对吧？朝入野道，临死呢信佛。陈寅恪就说呢，中国之人就是下愚，上诈而下愚，而严复呢更苛刻，就是华夏之风，八字。必知，就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因为政客需要选票，而学者呢，他只追求真理，所以他们笔下的人民就截然不同。就在一个崇尚民主的时代，就民主作为一个政治正确的时代，不没官很容易，不没俗很难。作为政治家，没俗是必须，否则没选票。作为思想者呢，思想家必须不没俗。就刚刚我们讲的个人崇拜。在我看，个人崇拜和民主崇拜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是一对孪生兄弟。区别只在于呢，你崇拜别人还是崇拜自己。就个人崇拜是崇拜别人，民主崇拜就崇拜自己。所谓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万岁就是上诈，对吧？民主万岁就是下愚，实际上就在玩你。你相不相信民主？就只要你相信人民，你一定会相信民主。所以我可以预言，共产党一定会朝那个方向走。现在我又看到他的六中全会的十个坚持，第一个是坚持党的领导，那不能乱套，这叫做；第二个坚持什么，就是坚持人民至上。所以你只要相信人民，你一定会走到那一步，除非就是你玩到最后呢，你真的玩出就是就不好玩了，就玩出那个三民主义的。
我回应这个视频一下，我认为共产党从来都不相信人民啊，对，不相信、啊、他什么时候相信人民啊？没有，我觉得共产党是相信的，毛泽东拿到江山，他确实是他拿到了民心，至于他怎么拿到的，我们可以去辩论。他当时是有人心的，也是一部分民心，也是一部分民心，绝大部分中国人的人心。他也不是啊，对，他说过是大多数，对，把蒋介石赶到海岛上，多数人拥护，少数人反对。嗯，他搞土地革命，这几亿人是向着他的。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说共产党双手人民的话，共产党建军70年了，他为什么从来不实施民主呢？这时间够长了吧？好的，哎，我们盛平的，你有说，我觉得盛平谈的民主就是共产党谈的人民，他就是在批习近平，就是实际上说呢，我们讲的民主是在公民基础上每个人做选择的。好的啊，民主的价值大辩论，我们能不能暂时停止啊？下个星期继续啊！谢谢我们三位嘉宾，谢谢我们的观众啊，那么谢谢我们的导播啊，我们的观众，希望你有不同的意见在我们留言区里面留下来。非常感谢，再见。感谢您收看明镜电视频道，敬请您来点赞、转发、订阅，并且推荐给您的亲友。恳请您利用视频下方的超级感谢支持我们。